所以那个，你知无？难道你睡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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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猜对了，你猜对了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这不要讲出来，拜托，所以你是不是看到了？你讲出来，拜托。看到了，六万。别说，别暗示，对，别暗示，我是小三元，别暗示，拜托不要。难怪如此谨慎，如此谨慎。八台，好险哦！就算失败也不投降。博弈打麻将六周年感谢季活动来啦！活动时间就是明天5月1号在昌盛台北锦美店下午1点半准时开始，每次每队上场一人挑战关主，90分钟的时间轮流排队上阵，参赛者可以先选择要红队还是蓝队或是黄队，选定队伍之后只打一把胡到关主或字幕，可以为自己的队伍取得团队积分1分，若是凑装则是没有得分。90分钟结束之后，我们将从最高分队伍中选出前2名得分王进入决赛挑战关主，若是同分则以抽2张比大小拼比运气决定。当然，如果90分钟时间内够的话，大家可以轮流排队重复上场。关主挑战赛必须要打一整阙，2位挑战者挑战双关主，除了要打赢之外，直播中还会让观众进行投票，综合分数最高者即可获得长胜 M6 过山车电动麻将桌1台。比赛分数占比60%，若是超过100分者100分计算，例如获得50，那比赛分数乘上60%即获得30分，投票占比30%。这边计算的是2位选手的投票百分比，不是得票数，若是得票率45%的话，即是获得13.5分。最后2位关主各有5分的给分机会，若2位关主都给分，就能加上10分。三项
项分数加起来必须超过25分才有资格获得 M6 过山车电动装。换句话说，场上的分数不能太低，或者基本上不能是负分，就是要打赢关主就对了。得票率也不能太低，而两位选手也要互相较劲，总分较高者获得电动桌啦。这次的活动地点就在长盛台北景美店啦，活动地点在台北市文山区新隆路一段110号。这次要参加必须要持有 SML 同款进风器才能参加，若是已经订购但是还没有收到的观众朋友们，也可以现场提供订单编号、姓名、电话来核对，确认在购买名单之中就可以参加比赛咯。我们现场也将释出10个进风器，让想参加活动的观众现买现参加，当天下午1:30准时开卖，怕买不到记得早点来排队咯。另外，长盛买电动桌抽大奖的开奖活动也将在这次直播的最后直接抽出第10阶段的得奖者哦。志轩问说，如果相公还摸到八张花，这样算吗？包围条件有两个，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你有八张花，或者是你有七张花，有一个人有一张花，这个情况才会这个发生花胡嘛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你不能是相公的，然后呢，你必须要去补牌，补到你的牌这个刚好17张，然后呢把牌盖起来，这样才算是完成花胡。所以如果你相公了，你例如说你一开始抓牌的时候多抓了一手，或者是你前面吃碰牌的时候你吃错了，然后这个被判定是相公了。然后大家都知道你逆相公了，那即使你后来有八张花，或者是你有七张花抢一个人的一张花，你也不能达成花胡的条件。只要是相公，就是没办法做花胡。好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次的赢男排解构思加。喜欢我影片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就拜。